等一下，唱歌了吗？重新来，期待。然后大家进去等会儿搜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那个。怎么突然开始唱歌了？十字弩不是他不是得表演才艺吗？哦哦，坏了，直接没了。谁？我。谁？坏了，手忙脚乱。我。耗子。哎。踢球。哎，我们一起，我们跳一起，猴哥，我真心的很，可以，好期待，怎么还没有？真心的到哪里呢？你这个鲨鱼头 ，FERLY，FERLY， 哎，我也是想的 free peer， 在骗我，对对，就 free peer，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？都跟你说有了，你唱真有，你唱吧，真有，有，我们去 free peer， 真心换真心，你怎么不信？就算你跟我不是一对的。真有加油，也不打，我也不打。行，真有没有？你快点，那你先给我来一个，你几个字儿？好吧，我来了。现在嘛？啊，对，你先给我来。没事，你不是阎罗王吗？你不知道几个字啊？怎么会呢？我六个字。怎么？你先告诉我几个字？六个字吧，我七个字，我七个字。我一百个字，我。我那你，那你能说一下第三个字是什么吗？那不行，那不能告诉你字是什么。好吧，那你都说你真心了，你不得先来点东西给我。我真心。我们三个直接说，我们三三二一一起说几个字怎么样？行不行？三二一，三个字。三个字。你看，你看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我先说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真。free peer 啊，算了，别 free peer 了，太好听了吧，好听啊。Farm 评朋友们 ，Farm 好好听啊 ，OK Farm Farm Farm， 我和童哥合唱不这么好听。都去Farm吗？我依然等你，我全心全意等你的消息，总会有一天你会相信我。我也跳伞了。我爱你一场雨，深夜里在我的心中都不可比拟。哦哦耶，你走后什么都已经消失在风雨里。哎，就唱到这儿，我后面的我好像设备出问题了，弹幕都说我在清唱，在那跟你的形象有点对不上，好反胃，真的好听，有点好听了，有点反胃了。太好听了，我直接跳飞机了，因为飞机上太吵了，我就直接在那个一边飞机车，我直接看着我都忘记跳了。完了，恶心，没事。还有就是上帝哥哥没法词，有点太，有点这么多人呢，跟你平时的形象完全联系不起来。浩哥，我在。我平时只是见了点。等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弩箭啊？好像没看到。因为我把所有东西都关了，我只设了弩箭，但它好像还是不会显示弩箭，为什么？没有弩箭呢？你看，就无人机。一样的，这弩箭不好射。我终于知道猴哥跟猪猪昨天说的那个听我唱歌是什么感觉了，原来是这种感觉，好恶心。哎，咱们要不用那个吧，就用那个手枪吧，因为这个弩箭我发现我射了好几次，它每次都不会显示弩箭。我而且我现在的沙盒权限被回收了，好吧，我也不怕丢人，我直接说，不然我就给大家发了。我们这把是刀炸吗？我们这把连刀都没有，因为我就是把所有东西全关了，我想只让它显示。手枪也没有啊。哦，那我们退吧。要退吗？他们说打拳，你们要打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拳王可以啊，打拳决赛圈打就完事了。好，有自行车的啊，但咱们等会儿要把自行车下了啊。我们，然后我们现在外卖关了啊，我们开始。上帝哥哥没法承认，上帝哥哥，朱大强没有成。不是，那还捡个屁呀、啊！OK， 那我上帝是不是对朱大强有意思啊？两天都有他的不发。我每次我都检查了一遍，但是大强，我每次我给他发完，大家说没有的时候，我上去看都是有的。我这没有，没有显示，可能是 bug 哦。有了，可以丢道具吗？
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他在给你唱歌，好的。你们也可以拿着。我吧，我听不见了。给你一下子。我的鸟这么长、啊，你怎么真打我啊？猴哥，我举报了，猴哥打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小打一下，小打一下，小打。波少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吵死了！站你这个逼鸟，走走。拿起会鸟架好，还你去。你打不着。喂。稍等，我检查一下。这是波少吗 ？OK， 波少。是我啊，我鸟语花香的，听不出来吗？怎么说？你们是有都带走吧？他们都带走吧？他们都带走，八十。谁打了？拳头啊！大强，检查与私聊、哎，你的身份有更正。东北黑，哎，怎么？谁的闪光？谁？王拉奇丢了圣爆弹！哎呀哎呀哎呀！是不是？王拉奇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出了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什么主意？你还是偷打我圈，我们一群人组成一个阵营，被遇到别人就开打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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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没问题。哎呀，好。我扔雷了，别过去，别过去。哎，行。那怎么说呢？怎么说？怎么走？几人？几人？几队？我这边来了，我这边来了。我不要去那个用手雷炸人啊！如果说我们玩拳击赛的话，我们最后不要用手雷去炸人，就是最后的时候，圈都那么小，如果手雷一炸，大家容易爆炸。点错了，刚才点错了，刚才点错了。那不能拿手雷啊，是吧？背人，我刚才哎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完了。我那是真雷，我那是真雷。手雷那人能扔烟雾弹吗？完了，可以烟雾弹，又缺小的情况。罗塞东，谢谢大强，无需自雷，还无需自雷呀、啊？就最后圈快小的时候，就是咱们尽量五圈以后就不要扔手雷了，烟雾、闪光、燃烧瓶也不要丢了。五圈以后，别丢了，别丢了，躲了。好吧，五圈以后。左边是现在去哪呀、啊？去中间啊！去中间啊！现在，大强往中间走啊！我都说了，别过去，可以往学校那边走吧？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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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学校那边吧。我们四个结盟，我们四个别搞来搞去了。可以，猴哥休战，行不？休战，休战，不用撤退。我这里四个人，我觉得猴哥现在就我们四个，就我们四个。然后咱们五圈以后就要，也要把车和道具，就车和手弹全部都丢掉。哇，猴哥穿着好帅啊，怎么一身粉粉的？好看吗？对对，人不要撞，车不要撞人，人不要撞车就行了。因为自行车我调了三倍，你们基本上都能捡到。回。自行车我都没看到，看见啊，自行车。嗯，这是自行车，我也没瞅着啊。太短了，猴哥。猴哥，啊、你裙子太短了，猴哥。那咋办呢？没事，这安全裤。光，猴哥。光了，走光了，裙子太短了。这安全裤。猛男粉。安全裤设施。绿色是粉红色，懂了懂了。男人越猛，装备越粉。OK。中国了一个阎罗王吧？不会吧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多宝不宝，我感觉啊，朱大强像阎罗王，但是炸壶让波少给炸死了。三队呢？啊！接下来发布上帝任务，我们要第一个前往防空洞的玩家可以获得一个人的身份。哎，防空洞在哪里啊？在这边。走走走走，在这边。我不走啊，我跟你们走。去防空洞。防空洞是坏了，他们有人有车。那个 P 那个吗？我靠！我发现我玩 PUBG， 我这个胖丁一直在动哎。监狱那边，那我们也找个车吧，这没法去啊。那算了吧。谢谢 EP 是斯斯都的钻石粉丝，感谢桥本明选手。咱们是不是有车呀、啊？这个暗度设置的会变。哦，我哦哦。马上到，在哪呢？哦哦哦。防空洞。这里有个防空洞，他说的防空洞是随便的一个防空洞就可以吗？
对啊，那我们近的前面一方向就有一个，一方向就有一个呀。我以为是要去监狱那边的那个呢。有人开车过来了，但是翻了。提醒一下，本局不能使用载具击杀玩家。那我们去啊！快让他下车，快让他下车！猴哥快去，猴哥快去，就在上边，快去快去快去！猴哥，好好好，猴哥快去，正在去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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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，就在眼前，就在眼前，快去快去 ！OK OK， 这应该算到了吧？恭喜猴哥完成了上帝任务。OK OK。OK， 这么的吧，可以上帝，我直接问一手惠娜娜是不是我队友？上帝，他应该会私聊发你。上帝，等会儿啊，私聊告诉你。哦，好好好，那私聊我抽烟啊。OK， 我们是吗 ？OK， 他说你是我的队友。真的吗 ？Yes， 真的真的真的。走。不得不下。这不无敌了吗？那我跟着你走。行。那开车的是谁呀、啊？谁的车呀？谁车？不知道。嗨，来一波，来一波，上车。这是谁呀？这咋上啊？怎么着？怎么着，大哥？怎么着，大哥？怎么的呢？哎，咋变独轮车了呢？怎么回事呢？哎、受不了了，好了好了、哎、好了，好，不行，上不了车呀、啊。你问了吗？你问了吗？咱俩问了吗？我问了，我没问你呀、啊。那是，你问哦，你俩一起的是吧？现在啊，我俩一起。哦，那好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你们都完了吗？那个什么，我有上车啊？不对啊，猴哥，那个是那个布布和谁去防空洞找你了？谢谢马奇朵的钻石粉丝，找你了啊！我们先走吧，进去来读了，先走，先走。杨总，先走吧。你布布和波少吧？布布波少他俩去防空洞里边找我们了。找你了。哎，没看见他俩呀？可能是一起。哎，你们有词吗？有词吗？真有词，小词，这把白板很惨。有词，有词。我们四个人在上，谁都打不了谁。聊一波。嗯，我三个字。可以。哎，我跟惠娜来个大的，我已经问了惠娜的跟我是队友，你们俩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大的来，我来一个，我来个大的，好吧？你跟惠娜。接下来发布上帝任务，第一个用拳头把车打爆的玩家可以获得本局所有。下车，下车！我去，我有路，这能打爆的，我有路。啊，这能打爆吗？哎、上帝，你是傻子吧？把车打爆，那人也爆了。感觉好蠢啊！这能打爆啊？这真的能打爆吗？能打爆吗？怎么跑了呢？好，猴哥 ，OK， 跑是吧？跑，好。行行行，下次见到猴哥就开杀。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。下次看到他就开杀，真的，队友也杀了，队友也杀，不要了，什么队友？上帝，那拳头打不爆吗？打不爆就对了。啊？嗯，一打你就捞，完了。上帝，我把车打爆了，你快看、啊。感觉被骂了。行。为什么连车都没有呀？爆了爆了！好吧，我们俩不是在圈里面的吗？是呀，我们要在房子里待一会儿吗？房子里。还有一个车在后面，那波少和布布去哪儿？我直接来一首 music， 等一会儿啊！打爆了，打爆了，打！猴哥要唱歌吗？我还没听够。嗯，可能听我去监狱了，不能吧？监狱那么远，我直接来一首。去监狱吧。霍元甲。来人，我直接一首霍元甲，我看谁敢来。OK， 我还以为猴哥你要唱歌呢，我还没听够呢。啊，我已经没有歌了，我的歌。猴哥平时听谁的歌呀？
我会的歌已经全部被你们都给听没了。嗯，要不再来一首《舞女泪》也行，我没听过，挺好听。嗯，我学点别的。请，期待一首。我直接当手机铃声了，那是谁呀、啊？当手机铃声不太好吧？谁？那不刚才他们那俩车吗？那不轰轰吗？他们不敢下来了，他们不敢下来了。下车！他们肯定不敢下来了，胆贼小，轰轰哥胆贼小。我直接自由发言。停车了。停车了。哦，我喝个饮料。好。野狼迪斯科，新来的花，我想要带你回家。Hello。来的花，我想要带你回家。在那深夜酒吧，哪管他是跟谁家。仙姐，西恩击杀了猴哥，无需自雷。哎，行吧行吧，这怎么没听见？咱不是不能扔雷吗？悠悠于安全区外阵亡，无需自雷。轰轰于安全区外阵亡，无需自雷。西恩击杀了步步步，无需自雷。开始变成雷战了，好吧。这一看就是阎罗王啊，直接硬撇。阿萨奇于安全区外阵亡，无需自雷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喂喂喂喂！现在进入五圈，请所有玩家丢掉自己手中的投掷物。啊，不能要投掷物了吗？是的。除了烟雾弹和闪光弹，现在才是五阶段。好吧。是，手雷没了，怎么我们怎么这个？不是不是不是波少，我们对一个身份。这个身份，这个身份，没打脸，没打脸。你什么身份？哎，怎么有人在？我是吃的，甜的，五颜六色。我也甜，五颜六色，我们也是五颜六色，我们也是五颜六色的。你是啥？真假的？我们是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。你们该说一点了。我们是圆的、扁的、扁的、扁的、圆的，都有，形状都有。啊，我也是有扁的、圆的。啊，我的是软，可软可硬。可软可硬。哦 ，OK， 会你呢？你呢？大部分尝起来都是甜的，不管它是有糖还是有没有那个甜味剂。哦。嗯。嗯。懂了。我没懂哎。但是一般都是我一般都是吃着。哎呀，有点想吃，有点想吃零食了。买点零食，兄弟们。是的，是的。哎，那我跟谁是一对啊？你们听我的描述。我感觉你可能是我。我还没听你的，不是啊。那我感觉我。我说我的甜的，可软可硬，才五颜六色。哦，这它就是可软可硬呢。嚼多了。已经很久没吃零食了。哎，我俩肯定是一起的。来点儿。你是同桌 QQ 糖。你在说什么猴哥，你不能说词。尸体请停止发言。不能说哦哦尸体请停止发言。我怎么哎呀我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可以嚼是不对我的可以嚼。我不好意思啊。我俩就一边我俩一边。不好意思忘了关麦了。还可以吹泡泡是吧。
我跟你们说，那个拉奇，拉奇跟耗子是带棍儿的。哦，他是棒，他俩是棒棒糖。不能说词儿。猜到了。哦，对。那你是啥？这个身份，这个身份，这个。我俩肯定是一边的，不用想。我说那个，我说名字。这个身份，我是，我是带那个什么的。带啥？你又带啥？不知道。你又带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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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又带啥？你带那个？带你那个，等他。你带你那个。你什么时候带那个？给我站住！我为什么输了这么多题呀？我怎么了？接下来进入音乐时间，在音乐时间里，任何玩家都可以无责击杀任何人，但是这次击杀不算。怎么打我们的？耗子击杀了铜猪，无需自雷。我杀的你吗？不是我打的，不是我打的，真不是我。来点小零食。蛮掉了。不错，来来。王莫罗打一半，金蛮掉了，我操！呀呀！哎，这怎么这有个人呀？王莫罗打一半，金蛮打掉了，我他妈笑了。我上人了，暂停。你让我回回去，你让我回回去。音乐时间结束。哦哦，音乐时间结束。那拉奇不是一对的，我是。还让他回血。除非帽子骗我，那带棍的是我先说的。王波罗太逗了，打一半键盘打掉了，没反应那个键盘。然后说要打个血，仙姐上去给他一锤。这仙姐一看呢，就是阎罗王。他只要给他赢了，我真服了。这不行，这必须给他去。好，我怎么找不到我队友啊？好死好死！耶耶耶！什么词儿？猪猪，我问你，什么冰淇淋出了这个附在上面？我听出你是跳的糖啊！我只是顺着你说啊，红红哥。我差不多猜到了，我阎罗王。走，离开游戏，离开。我都没找到我的队友。可。所以我就看为什么没有人打。这个窗户里头给了我一颗雷，我可太难受了。我都听见拔雷了。哎，我为什么被你？我当上帝当了半个小时了，还躺赢，好的很。啊，同志，我跟波少收了一路进个房子被炸死的呢，服了。没去找队友，我这把得先找队友。我走着走着，突然脚一崴，哎，怎么地上有个人呀？我在那看了半个小时了都。我聊着聊着还有猴哥声音，我以为我旁边猴哥呢，想了半天。忘开忘闭麦不好意思。嗯，来吧，上把是谁？上三播报。上三播报一下，怎么个阵营法？稍等。轰轰哥，我说的还是你的那个是冰淇淋上撒的，我都没骗你，我说的是你的那个。你的那个？不是，你说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你跟我是一起的，你知道吗？本局不，猴哥、轰轰名字为主。他们的词是跳跳糖、猪猪、耗子、大强、拉奇为主，他们的词是棒棒糖。对不起啊，大强。波少、童猪、悠悠、惠娜娜为主，他们的词是泡泡糖。西恩为本局阎罗王。我跟童猪姐一起的、哦、这要能让你锤赢啊，我接受不了。这要能让你一个人锤赢，我真接受不了。我就说我没听到。恩姐的声音啊，我就说我跟童猪是一起的，是的，又给我搞死了。猴哥是啥呀？我跳跳糖，我跳跳糖啊。猴哥死的好，可以。不是，我都说了，我说我得骗，开始骗人了。我上局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，那没办法，那我必须得骗人了。我看你们farm去了五六个人，我不敢去。我还有想知道防空洞下面炸我跟布的是谁啊？对，谁在防空洞炸了？我有信息，我是一个上帝视角，我看的全。是猴哥吗？啊，我没扔雷啊，我从来没扔雷啊。那请问你有什么信息呢？朱大强是谁炸的我和布布布呢？对，是一只猪。阿萨奇啊，
嗯，阿强，你当时坐在车上，这信息已经放到这个位置了，那就是朱大强呗，出来就算了。这人被我炸死了，同桌。哦，对，同族，同族炸我们，为啥？我们也没有聊信息啊。我炸的是，我炸的是。小三这把还有一个链子，小三这把还有个链子。先炸的 OK， 稍等，我分一个，我调查一下。嗯，先是阎罗王上来就炸。哎，耗子。怎么到处炸着？他是阎罗王，他阎罗王啊，可以点曲了，可以点歌是吧？对，然后我把人分，我把房子一号先拉好，你们进一下。我先拉一下。还有两个朋友谁没进？你没拉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那个不是我们防空洞啊，防空洞，我想唱歌吗？嗓子。我们是一个队啊，拉奇啊，可以唱一首。猪猪点。可以唱一首，我想听那个外语的那个歌，上次你唱的。又唱那首啊？我们队里有谁啊？老想了，有别的也可以唱，有别的也可以唱。那就耗子点吧，耗子不是最后拿下了胜利吗？耗子点。那行。耗子想听波少唱。想听什么？状态怎么样？嗯，还可以。你能唱的都可以。我能唱的都可以。要听日文的是不？中文的也可以，听中文的吧。那 OK， 等你开唱，然后我们开始啊。好， OK， 等你开唱，我们开始。OK。